肯定遇到这种情况我跟你反打呀。是啊，你敢打我凭什么不打你，对吧？你两个在线小鬼这边直接先补掉高星，队友直接围过来，我 DDT 遭大中，实际上往前面去点六幺的位置直接被锁死，吃了一枪头，血量很低，打一波提点枪，将速就给放倒。是的，再打了一个，现在六一这个位置千万不能让人补啊！还好这个补枪很快啊，然后扶起来又是一个满编，而且你看、啊、DSS 八二有经典的压力。哎呦，这边江阳把萨萨给放给撞倒了以后，自己也被打了。这一波真是重大失误啊！RBS 要不要先把聪聪这个地方给拔掉？哦，但是聪聪喷了一个，一打一，十二月这边打赢了。现在是一个三打一的局面了，只剩下了聪聪，位置被锁定，知道你是一把喷子。嗯。想跳。把那个位置给让出来了，而经典的话，十二月一个守了也是淘汰掉了聪聪。DSS 是把战斗位置先放了一点出来了呀，这一场。毒品坦克直接被打了下来，是，这是隔啊，特别小心一点点啊，这种飙车起来还是比较的危险，毕竟你是一个肉包铁，吓死了这一波。大金的特意有机会把对方夹在中间打，哇，难道说是个陷阱？大金那个点也很关键啊，大金那个点打一个九五 K， 这个来回拉扯前点队友也得出声啊！现在只打下了，只剩下了特别一个。这波本来是想要反卡圈边的悟空的。双方一打一，谁打赢谁都能服。先把这个分给他补掉，也不让他爆信息，利用这个中间的过点烟，先把这个血量给打起来吧。锁定了你的位置。直接给一颗雷，打一波提前枪没问题。哟，屁个难！好的，南边 RBS 上山也太难了。嗯，然后 TMA 这一波直接过来要劝架了。嗯，感觉上不去了。嗯，他，我觉得就他的角度，他肯定知道我上山的话，巨斧那个枪架的死死的。是的。我只能去边缘，对吧？这边打起有枪声了，我去劝一波；那边打起来了，看有没有机会。嗯。南部的战场啊，大战一触即发，马云龙的出枪，九品直接被放倒，楠楠直接过来一个三倍镜的压枪，完全没有想到侧身还有一个楠楠。佩尔本来说我找到机会，兄弟们出去有机会打，但是瞬间三人倒地，只剩下了一个狮子还在底坡的位置，头顶这个楠楠根本处理不掉，没办法处理啊，幻神一颗雷，然后加七六二连打两个。嗯，哇，这一波这个券啊，你首先从坡的那个位置往离地里面走，有一个大过顶，十二月也没了，这已经是在里面做好了一个阵型。嗯，CTG， 我们知道 CTG 其实这几局的手感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，先打掉一个零度，锁定了十七兽的一个位置，队友架枪，然后利用一些投掷物再往前面去摸，清掉十七兽。你包括看到没，刚刚倒地的幻神他其实第一时间进来就是近点来清，他并没有说我直接就往前冲了，他好像就是你在打他的对手在打他的时候，他已经预设好你所有的站位。对的，我一个点一个点往前清，往前去排，纪律性相当高，很仔细，就是他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他的视野盲区，是的，或者说反破天霸，也是想要找一些机会看看能不能够打个过点什么的。对，他反正就站在这个反坡也不着急了，知道里面还在打、战斗还没有结束，北边的巨幅和 DSS 也是有所交手，而且 DSS 已经是被补掉一个，八五七是被王骚骚给补了。王骚骚一个人看北边坡下的同时，另外三个人的话也是一直在读 New Happy 与以及十七这边的一个情况。对的，打两个，哇，这一个一穿二。这一波其实 New Happy 是想要你算了，你在卫星楼的话，那我直接让你前面去反卡你。是的 ，New Happy 倒地两个，马上围到近点。往前面摸得太快了，崔七直接被幻神给打掉。是的，自己的位置闪过枪，七七随后给一颗雷，但并没有造成击倒。这边身价的位置
十七兽，就这个缝。有吗？打成一个残血，零数，血量很低。身上有一颗燃烧瓶，刚好堂弟那个时候在掏头柱，我没看到。哇，过来就是一枪头吗？他一枪直接甩到对方的头了，架得死死的，蓝天也没过来了。打一波提前枪 ，AUG 和 T62。哎呦，再来一个，是这个放哪个？又是爆头，爆头机器。是血量太低了，想出来把这番给补了，但是人数有优势的牛海比还是架掉了十七兽。虽然他被淘汰，但是这一个场面真的很需要十七兽。是的。接下来的战场就交给 CTG、天霸以及 New Happy。人人都想去当劝架的一方，但最终的劝架成功者还是属于 CTG 这一侧。是的，他人也多，然后他拉过来打得非常的明确，四人拉过来，天霸已经倒两个了。后续还有投掷物，吹气一这个位置。哎呦喂！哎，侧翼应该马上要看到了，就一点阴影，又是一波刷屏带走天霸 CTG。目前总积分37，而北边的战场终于是打了起来。这个圈是一个南部的切角，现在只有 CTG 这一支队伍。是的 ，TMA 巨幅以及 DSS。由于巨幅它的点位真的太低了，头顶上你看 DSS 在之前损失掉一个人以后，直接一波收缩。是。然后到坡顶的位置，这个乱石阵。和旁边的天门一起，一个夹角枪线是打的巨幅，现在只剩下了小五一个人。现在要慢慢的被蚕食，想要开车过来，打第二个跳车左右一波 pick， 还有反坡，还有机会打药吗？想跳起来，第一时间并没有造成击倒，被白了，屁股后面出枪 ，Cobra 摸上来，要接管战场，锁定了小五弟弟的一个位置，身上还有一颗雷，两颗燃烧瓶。圈在缩，这边直接架你的右边过点，没问题。TMA 八个淘汰。是的，哇，这边 TMA 满边把北边差不多清理干净了以后，还有车，让他就利用这个车。哎呀，旁边的小轩啊，开枪把幻神给放倒，这头顶一听。先看看第一颗雷的效果，车后血还没打起来，许生直接被炸的不敢扶了。还有一个嘣。这怎么办？主要这个坡太难上了。哎呦，王嫂嫂！太好了。还在斗哇！这边就一发，王嫂嫂出枪，他的出枪是平衡两个队伍的人数。是的。这是最好的一种，这样的话不管你们两边谁打赢，反正你对我 CTG 你都是人少的。是的，五位的出枪，菠菜又被放倒，这边没有掩体，蛇皮走位一波，发现前面走不通了，还是回来吧，但蓝圈要过来了，这个位置想要打左侧的 TMA， 头顶上的林强的出枪 QTF 直接被连打逮捕，你看他打根本就不慌，哎，没子弹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下山这个位置也没有掩体啊，小轩利用这个石头一波右边的 pick， 五位直接被放倒了，就一丝血了，王嫂嫂这个雷还没出手、哦、直接用枪解决，恭喜 CTG 啊，12个淘汰成功吃鸡，好猛，只能说